记得他吗？白米翁，一个基隆的世外桃源。曾经他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关塞，历经了侵华战争的洗礼，也饱受了无数的血雨风霜。但如今他是我们最美的一片土地。早在日本时期，他就已有着基隆八景名扬晚霞的著称了。9月14日，基隆的白米翁音乐会，这是一个属于基隆的一个不一样的音乐会。一样的海天一色绝景，刻画在不同的时空，让我们用音乐来说故事，享受这片土地它曾经出现过的语言，让你我们一起走回到历史的痕迹里，找寻那遗留下来一点点的温度。9月14日，遇见白米翁山与海的音乐厅，我们不见不散。